上场的选手在化妆间聊得正欢，一列地铁正载着预备团的选手卓玛驶往天安门。他想圆父亲一个梦想。藏族姑娘卓玛和她的父亲是第一次来到北京，像每个花季少女一样，卓玛喜欢浪漫的诗词。反正就是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，因为清幽的境界我们女生很喜欢的。在天安门前敬个军礼留念，是卓玛父亲一直未了的心愿。